稍微粉丝提问，如果武器能多装一个配件，什么武器变化最大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觉得哪些武器最有潜力呢？下面要说的就是变化最大的三把武器，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2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1AKM 各项属性都很优秀，不过只能装三个配件，这让它的后坐力稍微高了点。如果能多装一个配件放在握把位置，那 AKM 的属性将大幅增强，变成完全碾压 M416 的武器，满配之后萌新都能驾驭。2加特林，加特林在吃鸡里属性很爆炸，只可惜无法装配件，导致他只能腰射，子弹散射非常大，无法打远处的目标。如果能多装一个配件放在瞄准镜的位置，那简直不要太强。3MG3， 如果能多装一个配件，那给 MG3 再装一个弹夹，直接变成150发弹药的超级武器，相当于超级加强版的 M249， 火力会变得非常夸张。小伙伴们，你会选哪把武器呢？欢迎关注3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